你会怕我骗？那你不要坐在我旁边啊！他现在笑不出。你管这么有当真吗？对，我有捐过，很久以前，十年前。对不起，那你跟我 OK 吗？会不会有？不会，真的很久以前。深呼吸一下，好，压这里，压这里，稍等一下哦。嘴唇看不出来。真的，OK吗？OK，坐一下，点。稍等，坐一下。你在做效果，不是吧？你要多休息啊！你是怕打针？我怕。等于你换垫吧。旁边有一个还在抽着头晕。是你的。我们这个关卡贡献一下，因为我也不要站到那个上面去。你跟自己说，我可以。到这里有，很棒，很棒。当你人生中遇到做了一个选择，不知道对还是错的时候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坚持到底。而且这个坚持是对的，热血，日本人就是热血啊！贡献我的热血，来吧！你的声音，你要等别人一下。你的声音听起来，蛮意气用事。有点，可以了。 像 perfect，不用这么。我这样的血色可以。好多啊。细吗？嗯，没有血，比较细而已。有问题吗？那为什么？再吵。每条都比较细。有差吗？哎，态度好一点。 你是来捐血的，很多人需要血，所以就如果你身体健康，就拜托你捐血分享给就是需要血的人。拜托，真的更有诚意一点，真的很害怕，真的。你的血，救很多人，没错。捐完血之后，你就会变成这后面板子写的这个字，就是天使。 你会紧张，不要看我哦，看旁边哦。为什么可以这样？对啊，你这样偷偷来哎，你。不要，不要，你们把我当什么？不要，不要这么急啊。